我怕他，我怕他以为我受伤。爱情就是要让对方幸福，只有你放手，他才能自由。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既然如此，那何必要彼此离得这么近，求情尽孝？已经赎回了吗？别着急，让他们再抱一会儿。以为你作孽太多，你个孩子宁愿死，也不肯投胎在我们家。随侍，伯父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到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半生缘》。